谢谢你的采访。我首先呢，代表新华社向罗马尼亚通讯社成立125周年表示最衷心的祝贺。这一次呢，我能作为新华社的代表啊，参加罗马尼亚通讯社成立125周年的庆典活动，我感到非常的荣幸啊。我希望新华社和罗马尼亚通讯社能够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关系，特别是在现在一个媒体融合的时代，能够加强在新媒体和视频方面的合作。谢谢你的采访。